您现在收看的是中国电影报道，下面我们来分享一组快讯。由成龙和李冰冰主演的电影《辛亥革命》备受瞩目，近日该片的英文版宣传照在海外曝光。成龙饰演的黄兴共有两个造型，身穿军装的他表情凝重，神情坚毅，换上便装，成龙又充满了神秘感。电影《倩女幽魂》定于今年四月公映。日前曝光的剧照上，刘亦菲扮演的聂小倩，或者是显得楚楚可怜，或者是给人梦幻般冷艳的感觉。古天乐饰演的燕赤霞看上去一派沧桑，而余少群饰演的宁采臣则是书生气十足。